今日教室内边，阿公阿妈就将眼光拢放伫电脑顶边，静静听老师所讲的每一个动作，同时用一指神功慢慢找出键盘顶边的注音，因正伫使用 Facebook 和朋友分享。一安安安在哪里？像第四声。第四声。来丢啊！请教，今日交偌济朋友生未？十外，嘿，十外个，目前个有啊。啊，就等下再讲啊，停几节啦。真心情那有那也有。那有那有无？哎，那有那想那有安尼就对安尼啦，啊，真好耍安尼。即阿公阿妈伫网络留下相片了后，伫外地村啊陪含朋友，拢马上回应，或者阿公阿妈感受到网络趣味。啊，增加知识啊，对咱即头脑的运用、甲手各方面的时候，真好安尼，帮助真大。啊，孙老，甲你加 Facebook 未？啊，未。啊，未啊，要当面邀请一下。好。头会较困难啦，啊，过来到熟悉吼，啊，就感觉讲未介困难啦。只要你敢出来学，啊，敢唔惊，哎，唔惊见笑吼，啊，为初步甲咱教起，啊，安尼就学吼，大家拢真牛啦。真侪老大人过去无接触过电脑，阁无拄到好老师，因此伫学习电脑过程，常常来放弃。因此，这门电脑课老师是特别选择脸书，或者阿公阿妈加了趣味，加了成就感。他们会很想再去学习吸收，啊，不厌其烦的吼，一直重复去学习吼，是我感觉足感动的。伊愿意行出来吼，就足值得人鼓励啊。咱教育部蒋部长吼，你爱来迄个透过老年含者阿公阿妈吼，做伙耍电脑啊时，你才感觉讲吼，你这个政策已经成功啊，赞！阿公阿嬷管理出来学电脑，连老师也感觉真佩服。尤其要使用电脑，也是需要一挂技巧。加上只阿公阿嬷脚手无以前溜俩，因此程度较慢的，就要继续练习一半。但是开始使用脸书了后，迄款专注，迄款认真，连老师也感动。记者李平安采访报道。